不好意思，你刚才有说话吗？讯息被魔法封住了，一点都不有趣。 很有趣，你也看到我很忙了吧？就这样吗？很高兴见你，杰哈德，醒醒啊！这边，来吧。很遗憾。 女王现在无法接见你，她的精神正分往整个亚登旷野。这场干旱对整座森林造成威胁，你的声音不过像整片黑夜里孤独的鸟鸣。女王的魔法保护着每根树枝、每片叶子，若不是她的守护，一切都将消失。 我们暗夜妖精必须暂时代替他打点事物。救命！救命！有人想被捅吗？我警告过你，不要回来。太远了。母校，抱歉，我路上多停了一站，这下好玩了。接下来，与光辉引导你。 喜欢的吗？欢迎再次光临。就这样吧，寇刃斯总是会惹上麻烦。来看看这次又是什么事。月光，过来。 不好意思，请问你是凡人吗？愿黑夜笼罩你。好，我就听听你要说什么。想办法把鸟骗离他的巢。加把劲，我要偷溜过去。 事情都做不完，需要什么？随便你，跟我来。星木林地就在附近。自然灵魂在种子里面沉睡，它们总有一天会苏醒，回去原本的世界。女王必须决定要让哪些种子存活，哪些干枯，干枯的灵魂会永久消失。 这是
非常残酷的工作，但是在干旱结束之前都必须如此。去别的地方找避难所吧，朋友，这片领地很快就要消失了。欢迎来到亚登旷野，我能帮你什么呢？全力付出。自在遨游到这里，我们被饥饿的野生动物攻击了，有灵魂正处于危机。我发过誓要保护那些野性种子，不能就这样丢下他们。特詹，你找到帮手了。好，我就听听你要说什么。请助我一臂之力，请救救那些可怜的灵魂。你们来了，你也看到我很忙了吧？沿着路走就会到特纳瓦勒，在那里汇合。救命！有人能帮帮我吗？这么快就要离开了？谢谢你，陌生人。值得信任的人真的不多了。我为女王效命，尊长。现在我们要拿出真本事了。你应该要乖乖沿着路走的。快点，为了女王，一切都得尽善尽美。嗨，又见面了，我有好消息。你还真是个特别的家伙，你需要帮忙，对吧？女王会照顾你。春去秋来，我们有很多事得张罗，别浪费时间。你救命啊！木祥偷走我们的灵魄，带走我的朋友。你好啊，朋友。
你又是哪一种魂灵啊？是莱克头，他不是灵魂。你真是奇怪的生物。灵帝在呼唤。要找什么？不对，不对，女皇看到这样不会开心。谢谢你，朋友。这些水塘最近还真是不平静。要由照料者来给野性种子灵魄，没有灵魄，种子里面的灵魂就无法重生。灵魄干旱开启之后，灵魄就变得很匮乏，因此我们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。你把这边修尾一下，我去找失踪的照料者。我能帮你。植物吃了他们，怎么又来了？愿黑夜笼罩你，祝你好梦。
我是魂灵的代言人，我们都被植物吞过，这种事也见怪不怪了。放轻松吧，来吧，我来教你怎么照顾野性种子，怎么看它的灵魂之梦。先看看这一颗小一点的，它刚来的时候就遇到灵魄干旱，需要多一点照顾。风再次举起了你的双翼，织梦者。哦，这都要感谢这位新朋友的协助。欢迎。糟糕，这颗野性种子里的灵魂正受到梦魇影响，可怜的小家伙当初一定走得很痛。或许灵魄可以缓解痛苦，等他的梦平静下来，我们就能……等等，这个灵魂居然和你有连结，这种事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我们应该跟树林长说，野性种子和照料者有所连结，这可是罕见的美谈。不太妙，灵魂的梦魇徘徊不散，它到底发生过什么事？生息梦见星空，有什么事吗？等不及看看接下来你会怎么做。飞灵一向都是有恩必报，你为森林做出很多贡献，但我无法为你转达讯息作为报答。只能请你收下这份礼物，这是一点亚登旷野的魔法，供你任意使用。好了，这样就两不相欠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你看，好多妖精从新木林地跑出来，一定出了什么事。我去警告旷野猎者，看来我们又需要你帮忙了。他是莫尔，接住。强烈的风从星木林地疾袭而来，森林畏缩。救命！星木林地受到攻击了。围骑上雄鹿，赶往星木林地。黑云在聚集。请帮帮你呀！继续跑！你呀，还在那里面？加入我们吧，尼雅，戴上面具，为主人效命。不可能，你的主人要为做过的事付出代价。是谁？等等，你是那个帮助德瑞温和特战的人？这些戴面具的妖精突袭了林地，拜托，我们得把他们赶出去。为什么要攻击我们？
好多。我去找生还者，到林地深处找我。他把心带走了，克勒诺面具藏污沼泽。康瑞斯，你在哪儿？我们要尽力救人。那些面具，康瑞斯，我们一定会拿回灵帝之心的，我发誓。感谢女王，你来了，我的灵帝，我的朋友。这不可能。血之翼在风暴中绽放，我们的道路会在沼泽交集。这些是我见过最凶恶的妖精。谢谢你，我先往前走，我猜你可能需要点帮助。你的灵魂被束缚，眼前一片黑，我已经没时间浪费了，失去了好多。为了主人的荣耀，不行，灵魄是给野性种子的。寇仁斯已经死了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循环不息，你也不能停下。德瑞文，不，那些怪物一定会付出代价。谢女王，你来了。循环不死就更新。欢迎来到亚登矿墓。你想要我的灵魄？怎么不去找那些古老的墓灵？黑暗正在侵蚀，星光会守护我们。付出的灵魄终将归来。啊，好吧，不过之后得帮我补回来。来吧，我们速战速决。亚东矿业会属于主人的。你别想再夺走任何东西。万物都会臣服，都会枯萎。没有了灵帝之心的灵魄，野性种子就会干枯。
灰烬之中将诞生希望，周而复始，去而复来。我们的道路在朦胧的林地中分歧，特纳瓦勒在呼唤你回家。尽力救人。那些面具，我们在特纳瓦勒会合，我需要一点时间道别。你确定安全了吗？附近还有很多戴面具的妖精。特战，我没事的，你们先走吧。我还是留下来陪你们，以防万一。谢谢你。听说德瑞温跟寇瑞斯很擅长恶作剧，是真的吗？我记得有一次在织梦者那边。你在这里啊，女王快到了。女王会照顾你。开枝散叶。是谁来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旷野猎者以女王之名保护亚登旷野，帮助他们就能减轻女王的负担。你好啊，凡人，月美女士对你的评价很高。怎么了？为了凛冬女王，我手下的猎手很少会延宕回报，去找他们。出其不意地攻击他们。
我为亚当旷野而战，对猎物绝不留情，让那些邪恶生物明白旷野猎者的怒火多可怕。狩猎愉快。我认得那个声音，可是他已经战死了。了解猎物，那是你教我的第一课，而你却忘记了。洛克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还不认得对手吗？认得他们的武器，他们面具之下的脸。戴面具的妖精，这就是他们的下场吗？我已经超出了。进行没有希望的狩猎，现在你成了猎物，而我非常了解你。洛克龙，快住手！如果你真的了解我，应该会怕我才对。我们什么时候要狩猎？森林看着你。狩猎到此结束，赫瑞恩。我有新的主人，主人要看着亚登旷野要毁毁灭。就再也不是猎手了。我不会再被猎物反杀，小心暗影啊，克瑞恩。准备就绪，我亲爱的朋友变成可怕的敌人，不能让他活着。返回朔瀑盆地，我这场狩猎才刚开始而已。我为女王效力，我曾在林地中用这个携带野性种子，希望这能派上用场。哦，感谢女王，你来了。我没办法缓解梦魇，你能试试看更直接的方法吗？
暴风雨暂时减弱了。看来灵魂恢复平静了，谢谢你，朋友。享受旅程，保证野性种子送到冬日洼地比较好。米娅说不定愿意跟你一起走。雅登旷野不会，我很乐意与你同行，我去准备一下。你好啊。森林需要我们。有梦最美。后会有期。米娅，带着我的竖琴，它的琴声可以安抚野性种子。我会在冬日洼地等你们，路上小心。等一下，这条路不安全。
等等，你是在兽瀑高地帮助我们的人，或许你能再帮我们一次。你需要旷野猎者的协助吗？森林永保茂盛，快来，有许多人需要帮助。控制着一只巨兽，许多同伴都死于他的利爪。你为何而战？现在换他死在我们手下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我跟盟友打头阵，等我吹响号角，其他人就一起上。我为女王效命，这不过是第一场战斗，恐怕还有很多场等着我们。为了提升雄鹿，跟我一起来吧，朋友。染疫者挡住了我们的去路，解决他们。旷野猎者会将你们从亚登旷野彻底驱逐。你回来了，野性种子很不安。你为何而战？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来吧，我们要骑往冬日洼地。亚拉龙，谢谢你护送我们，有这么厉害的猎手保护我们，实在很令人放心。我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我直到最近才加入旷野猎者，因为我的灵帝必须牺牲，才能拯救其他灵帝。我的灵帝也消失了，倒不是因为干旱，有一群戴面具的妖精在灵帝作乱，我那些朋友。很抱歉，尼亚。要是旷野猎者能去支援就好了，但我们的人手严重不足。凛冬女王也分身乏术，她背负着最沉重的负担，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分担一点。
拜托艾利欧德帮我们驱散这个灵魂的梦魇。虽然我们资源短缺，但我还是会尽力而为。大自然是万物唯一，愿收下我部分的力量吧，凡人。使用它就能改变你的形态，让下面那个灵魂愿意接纳。我们去准备仪式。欢迎来到我的领地。为了女王和领地，有什么事呢？谁希望这样就够了？成功了吗？不，梦魇还在纠缠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灵魄。我知道哪里还有。你需要旷野猎者的协助吗？森林、永宝帽，到我的旧林地外头和我碰面。那地方充满回忆和悲伤。我也一起去，也许我能帮上忙。为了雅登旷野。在我怒气之下颤抖，梦魇消退了。我终于能再度沉眠，回到遥远的大森林，等待再次侍奉荒野的一天。欢迎来到我的林地，朋友。女王陛下，我会保护这些灵魂度过他们的寒冬，我会守护他们直到春日重生。无论遇到任何困难，我发誓，女王陛下，我发誓。休息吧，祝你好梦。这场干旱持续不断，来，给你。我知道，真的太少了。回这座林地的一切，没有例外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要这样。
林地，我不准你们毁了这里。亚拉龙，我们不是敌人。谁敢对这片林地出手，就是我的敌人。我会信守誓言。女王陛下，这段时间我一直相信你会拯救我们，现在你却派人掠夺这座林地，为什么？现在你明白了吧？亚登旷野快要死了，绝对不能让他灭亡。女王召集了旷野猎者，我们收回你的领地是为了拯救其他地方。你愿意为了整座森林牺牲一个灵魂吗？还是要坚守你的誓言？你有颗纯正的心，我会尊重你的决定。这是你最后一次为荒野付出了，我永远铭记在心。朋友，请你原谅我。女王陛下，我会为你狩猎。为了亚登旷野，以及所有能得救的灵魂，我发誓，我发誓。你需要旷野猎者的协助吗？我为女王效命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很高兴你来了。灵魄就在这附近，我们必须继续搜索。我的灵地也会变成这样吗？靠近了，佐斯特。
到底把这么多灵魄藏在哪里？他们一定是为了某种可怕的目的。斯特一定是把灵魄放在灵帝之心里了，但他明明已经凋萎了。或许是衰退的灵帝吸引他们来到亚登旷野。我能帮你什么吗？再见。你为何而战？为了亚登旷野。莫斯特会征服世界。我为女王效命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我们阻挡佐斯特，你快取回灵帝之心。有这么多灵魄，不能用来救活你的灵帝吗？还有我的灵帝。我们的灵帝不在了，尼亚，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。一定有办法挽回我们失去的一切，一定有办法减缓痛苦。那是为了拯救亚登旷野所做的牺牲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继续为保护旷野而战。你需要旷野猎者的协助吗？不惜一切保护森林之心。我连一秒钟都不能放你一个人是吧？我们走吧，还有事情要做呢。你需要帮忙对吧？看看是谁来呀、谢谢你，月美女士。我们，我们把他们点亮吧。先监视佐斯特，你回去找艾利欧德吧。欢迎来到我的领地。愿黑夜笼罩，
我是魂灵的代言人，享受旅程，马上就有更多佐斯特要打过来了，动作快！知道灵魂会做噩梦，但一切是这么严重的，他一定经历过可怕的伤害。必须直接面对纠缠这个灵魂的创伤，才能让他恢复平静。很好，接下来就能开始仪式了。有梦最美，放轻松吧。亚登旷野需要你的力量。虽然梦魇是虚幻的，但还是可以伤害你，请小心。到了过往，梦到所有事情的开端。
向夜晚欢呼。很荣幸能侍奉伊鲁恩。受心爱友人的背叛，无法平息的痛楚。欢迎，保重，祝你好梦。就是现在，踏入这个灵魂的梦魇，帮助他恢复平静。想。开始了，痛苦与磨难，难以估量的疯狂。孩子们，请原谅我，我的所作所为，逆非我的本意。掌握了我的要害，我现在必须抛弃挚爱，想办法制服这辈子我见过最美丽的生物。这是你的梦，凡人，梦境会崩解。我还活着，你就别想。你怎么？你真的疯了吗？背弃我们建造的一切，我们努力的成果。亲爱的朋友，狠下心吧，你别无选择。伊鲁恩之光在上，我们会终结这场混乱。我的大限将至，让你感受。
我是魂灵的代言人。你还真是个特别的家伙。亚登旷野需要你的力量，为了女王，拿起号角吹响它，号召旷野猎者。猎者没有回应号召，这可不是个好兆头。大自然视万物为一，愿黑夜笼罩你。凡人，你的狩猎成果不错。我们什么时候要狩猎？为了凛冬女王，旷野猎者，跟我来！为了亚登旷野。迅捷如风。欢迎来到我的领地。有个围巾迫在眉睫，过来我这，我们一起面对。他们的灵魄会壮大我们的胜利，许可就随他腐烂吧。种子，我感觉不到他的梦境。我们必须赶快救他，否则他会永远消失。亚登旷野需要你的力量。轻一点，有什么事吗？他现在命悬一线。跟你相处真有趣。我曾说过，你的声音像整片黑夜里孤独的鸟鸣，
现在，我想我们都应该跟你一起鸣唱了。月梅，恐怕没有比这更重心的事了。你是想恶作剧，还是有正经事？我们请求觐见凛冬女王。你好啊，凡人。请帮帮我们，这个是属于我妹妹的，你带她来做什么？这个灵魂就快消散了。我们的使命很残酷，许多灵魂都消失了，我为何要救她的宠物？那些跟她共享梦境的灵魂全都带着和平与喜悦苏醒，简直像是奇迹。如果他死了，那所有翠绿生机将随他消失。有些灵魂不得不牺牲，但也有些是非救不可的。如果忘记这一点，所有的一切就只剩下空壳与悲伤。
们总是面临艰困的抉择。我再次苏醒了，但这不是我的世界。梦境之子，你在亚登旷野重生了，你已经和这片土地连结在一起，命运与共。说吧，森林会老朋友啊，在无数个纪元之后，我们最恐惧的事终于发生了。如果监禁者有所行动，那我们将面临比干旱还要严峻的危险。来吧，凡人，来我的庭院找我，一同见证森林之心。届时我们再进一步讨论。亚登旷野，聆听你的祈求。很久以前，我们汲取他的魔法，用来确保没有东西能逃出晕喉，确保监禁者用干旱让灵帝之心枯萎了。一定要恢复他的力量，我们却连拯救剩下灵帝的灵魄都不够了。我们无从选择，但为了维护循环，我们非选不可。干旱困扰着我们每个人，你的道路还很漫长，凡人，但我跟整个亚登旷野现在都是你的盟友了。前来接受审问，我会考虑你说的话。Show.